你要帮你妹妹挨打是不是？你躲去厕所就不会被处罚吗？你还跑到楼上去到处尿尿大便，对不对？乖乖，已经讲过说不要再去开箱了，这边上次已经开了一箱，被我放上去又开一箱。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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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帮你妹妹挨打是不是？你想要让你要帮你妹挨打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来打？你不怕被打吗？你不怕被打吗？啊？你要保护你妹妹是不是？那你先挨打好不好？你老是在家里面咬。我们也偷吃便当。一包卫生纸五分钟就可以使用完毕，真的，我跟你做的。